宝宝来了，那姑姑宝宝，宝宝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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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宝宝
啊，我知道知道，又跟他喝羊汤吗？这是谁呀、啊？嗨，我怎么忘谁嘴呢？你看扭脸的，扭脸的，怎么回事呢？要是不认识呢？一会儿你可慢着点儿，抱着你找妈妈去，找妈妈。我要拔，刚才拔开了，嗯，对，你也差不多，没啥。等呗，你出去啊。这样冒的。耶，榴莲，看我，不叫抱。哟，我抱你了。就是带给我。哦。不是大班的是吧？大班的，榴莲吃一半了。就是在挑老光。你好。那俺爸爸走的那么难，那回来的还没走。在路上给打电话呗。嗯，他坐了我这的车不是？不要担心，坐了我这车不用慌了。啊，坐我这车，坐我这。哦，一会儿的，我等。还去了吗？坐我这。哦。我跟我那个谁一起的呗，给他一家子。哦，一家子亲戚。嗯。他都没怨。有那事儿没？看我了，我先包了杯菜，先炖羊肉。啊，你这一晚上光做饭了，还没吃好呢。炖羊肉那个，就包杯菜。现在这时候吃羊肉吃牛肉比那个猪肉还合适的，猪肉贵。猪肉真的贵的，现在降了，有眼泪。嗯，38一斤，啊，38一斤。猪肉，这羊肉37了。哦，羊肉。来吃羊肉。牛肉也37-38。哟，可行了呢。不是猪肉就降了。我没问冷吧？你看那个衣裳不？你看，穿个衣裳不？啊？这个衣裳穿啥？你看这月怀孕了，我穿这个衣裳小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，我给你套个袄吧，行吗？嗯。哎，一共没两个月了，你那个套个。哟，那你给他洗长得那么瘦呢？哦，好了，小米那些肉了，没那么胖了。你这腿的，哟，光看外。你穿那个啥去吧，穿我干啥去吧去。看五连上人家，小快餐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慧。你看我的头发好长，过年了，我不像上理发店的，叫我老公给我剪。老公，给我剪一下头发吧，行吗？不上理发店了。行，好的好的。你看好长，该掉头发了，这点毛还成上那个理发店不好看，这点头发上理发店还要2块钱，太可惜了。
2块钱省给我女儿吃，奶粉吗？好，我给你找个剪子，还有那个梳子。是又回家吧？回家必须的。来了，得了。我来，小小。来，宝宝。叫爸爸，叫爸爸给我教教。看爸爸怎么给你妈剪头发的啊！来吧。最前面最厉害了，姜抓得快。嗯，再转一转，再用五斤半的进去。剪得好吧，儿子？还行。啊？还行。还行。再稍微细细的再修剪一点。你别把我烟了，给我剪了。你看人家理发店都这样剪，看到吗？好了，大功告成。哈哈，剪的头发完美，完美。我看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今天给我女儿买的那个小米，黑色的。好多网友都说熬的小米给小孩喝的好，我试一下。等一下开锅了再放那个小米，看能不能遇跑，会跑出来。有没有烧开了水？再放下去。水开了。哎呦！我把这个小米倒下去。那小米是这样的，黑色的，我都没吃过。黑小米。嗯，你知道多少钱一斤？好贵的。嗯，很有营养。嗯，这个营养充足，你看，黑乎乎的。他们说青米，我这是黑米，就是黑米，这个真是黑米吧。没有青米。再放一点红豆腐给我女儿。
这样熬一点，他喝一点，我们喝一点。这一放下，熬一下吧。还蒸上还那个啥吗？还溜上那个包子。包子等一下吧，不是鱼啊。哦。光鱼，光跑出来，烧开了了，煮一下。哎呀，这不是还是鱼锅吗？开水下锅还是鱼锅，你看，哟，炖锅都差不多，你看。一大锅水熬成这些了，哇，开锅了，你看，都煮好了。汤都是黑的。嗯，这怎么都是黑的呢？跟无极似的。你看摸摸就行了。大个小米汤熬好了。先给我女儿舀一点，他蹬到十个了，给他舀点稠的吧，不能舀很多了，他喝不完，喝了再舀，啊，这一个，再舀一块红豆布，好了，你看，黑黑的，好害怕，喂他。妈妈，那妈妈饿了是不是？妈妈饿了呢，放在上面。来，吃饭，吃饭呢。等，来过来。高兴的，你看饿的，饿了是不是？哎呀，手拿开玩。哎呀，高兴啊！妈妈，你饿了？高兴的饿的都喊妈妈了。哎呦，那小气。高兴啊！一高兴就会喊妈妈，不会喊爸爸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可热，等一下，冷了，你先，你要疼。